位于苗栗县头份镇有一所学校叫做清明工专，我是这所学校里的老师。升格技术学院对这个学校而言是个多年来的梦想，但梦醒后我们仍然是一所工专，一所赶不上升格列车的工专。154所大专院校，只剩下我们学校还有华夏工专两所没有升技术学院的，其他是沪专大家都不想升了，所以我们几乎是最后一所。今年可能大家就我们一所想升技术学院的，所以今年一定要升成了。新任校长满怀信心，带领着全校师生走出校园，并且对外宣称今年升格一定会成功。啊，大家辛苦了，对不对？不会吧，我想要升格就不要怕累啊。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学校各个条件都不错，甚至比很多的技术学院的这个条件都好，所以一定有资格来升技术学院。有任何困难，像我们的课这困难，今年一定可以升格。消息传出后，但振奋了校内的人心，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原本沉静的校园也开始有了一些转变。看状况来讲，在明年啊，不就是在今年九月份，有这个机会我们升到技术学院。那像有我个人啊，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团体的运作。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台湾呢，最大的这个输出的正宗输出，居然这个看上我们学校，然后赠送我们这个40000册的书籍。正宗书籍赠送本校40000多册书籍，约2000余万元。通往学校的主要干道124号公路。正值拓宽工程，一路拓宽的进度非常的顺利。十几年前，我就小时候，我现在已经快40岁，我就小时候就已经在讲说要拓宽，到现在大概已经有20几年了。这样子，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刻，我觉得蛮好的。拓宽工程进入最后阶段，只剩下1公里就要到达我们学校门口。那可以。好，就清明工专在这里，现在升起来啊，真的有一所大学就在这里，自己在。眼前这美好的一切，仿佛在告诉我，今年升格技术学院将是一路顺畅。这一年来，我不断祈祷着，学校升格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四月天，桐油花盛开，校园内仿佛下着雪。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它是这么写着：学校，加油！校长已经很努力了，大家在这几年内都将要面临失业，不要再有人一直在学校里讲坏话扯后腿。事关300多位教职员工的家庭，我不懂是为何有人这样幸灾乐祸，赶快帮忙才是重要的吧。我相信其他的同仁看到这封信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不能坐以待毙。91学年度清明工商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筹备处第11次临时会议议程，会议开始，请主席致辞。
各位主任、各位筹备委员，大家好像在等乐透开奖一样。我现在不晓得，结果现在不晓得。跟校长报告，因为我跟他讲，我们现在全校主管、全校师生都在等待这个消息、啊。然后他基本上生父会已经结束，他说接受我们的生父，然后马上要可能会立即派人来访视，立即派人来访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教育部要不要让我们升格，全靠今天了。在哪里？现在听到的对，很简单的这么一句话，啊，先生都不会跳的，你讲你用的较好的物件，下面啊，很多学校犯同样的错，都是满汉全席，根本吃不下拉肚子，所以抱歉了，抱歉了，抱歉了。这个我们今天代表教育部来啊，事实上现在进行的这个时段是叫做误谈，所以我们有哪些可以改进的，我们欢迎各位提出来。升格进入学院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如果不升格的话，我们会去考虑到未来我们的工作权是否还有。对教育部产生一些期望啊，那这个期望呢，有一些实际上是超过教育部的能力啊。因为今天我们清明已经是由教育部所接管的，我们大家心里有一个意见疑问，就是说，我到底我们怎么做，努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够获得教育部的一个首肯，让我们升格？教育部其实它并没有去设定说谁可以升格，谁不可以升格。事实上，教育部规定的很简单，助理教授占多少%，校地面积多少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至于你要怎么去发展，那是学校自己的事情。那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过去几年就有几所学校就关掉啊，有啊，有这种情形啊，哎，所以立法院也要叫我们定一些进退场的机制啊。像这种情形，未来可能就是真的，你就是办学没有特色，品质不好，学生不喜欢去念啊，那这样子他慢慢的可能就会被淘汰掉，未来可能会遭遇到这种情形。所以不是这个教育部官员，我早就几年前就看到这学校一定是有招生困难。今天你要这样做的可以，但是你早就该做人力规划，对不对？为什么这当初都没有做？几年前就该做了，这个是你这个教育部的这个责任了，这个应该做好了。有良心，一定教育部要让我们升格。清明已经大概待了7年，大概是从以前的旧董事会到现在教育部接管以后的这两个不同的时期都经历过。那升格这件事情的话，一直是学校的一个政策，那永远就是好像让我们怀抱的一个希望，但是你就不晓得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永远就是在紧要的关头的时候，永远是差了临门的一脚。那像我们夫妻两个都在这边上班嘛，那其实小孩子还小，有房贷，我们最想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也不要再有说什么异动。那现在学校招不到学生，那没办法升技术学院，每天这边忧愁到底要不要继续教下去，还是要转换跑道。同样，
是位于苗栗的联合工专，在8月1号顺利的改制为联合大学。我并不羡慕别人，我只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并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可能是台面下，这个所以我也不便在这边讲太多。